强强，你上次在论坛帮我征婚，回复还挺多的，我打算挑几个合适的去见一见。昨天不还没人回复吗？对嘛，我就说你早该去相亲了。我觉得那个金融博士就不错，那为了你绿卡都不要了，你就考虑一下人家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要我说啊，这人简直就没得挑，长得又帅吧，身材又好，还多金，哇，那个马场。过了，总之这门婚事我同意了啊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女孩之间的秘密。放啊！你等风来，然后放3、2。没有你这样放的。这样，竖着放来，准备啊！你要这样拽他！哎呀，舒坦呐！说咱俩多久没一起放过假了？好长时间了。你觉不觉得我亲师兄对从容有点意思啊？不可能吧！你雷达太迟钝了，我偷他俩一票。表姐，你看我们的风筝飞最高。你看错了，下面那个才是我们的。是吗？哎，1200真不是盖的。放行给月都还是这么合拍，我觉得咱们也没什么赢面了，我去帐篷里睡会儿。以前我放风筝啊，总想着放高放远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啊，现在我想往回收一收，收到自己身边的。这风筝放哪儿？哪儿放？你真要娶小雪？对啊，我也老大不小了。问医生如果有合适的人选，你可以嫁给我。那丛律师有什么具体要求？拿我做参考怎么样？外形上来说，您这样还凑合。那经济条件呢？没有马场的行不行？这方面我没有硬性要求，我更看重内在。说来听。要简单一点，专一一点，最好人缘不要过分好，遍地都是红颜知己。你叫什么？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相亲，你吃醋了。你才吃醋呢！我相不相亲关你什么事儿？你那么在意干嘛？你风筝要掉了。什么？